空，主要就是在空中拼三角，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，不怕被踢，也不怕死人，所以说没有关系。然后踢的人脚已经曾经骨折过，经过不断的磨练，所以说已经可以立下这个什么很轻松了。应踢的人要求，都再踢一次，好不好？踢到三块破为止。好，注意这样。谢谢各位队伍。